我们看它底下有三个问题。若至诚诵经念佛时，有时听到佛菩萨说话，给我们指示，请问这是否修行得力的现象？这个事情《楞严经》还有，你完全不理会，知道什么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这叫好境界。如果你一理会，生欢喜心了，那就是魔境界了。啊，所以是佛是魔，是在你的一念之间。啊，你不理会的时候，真的是好境界。啊，一理会什么呢？你看看，你本来心很清净，这一理会呀，你的妄想分别执着马上就现前，这就错了。啊，见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对的。啊，你看我们净土宗第一代的祖师慧远大师，啊，慧远大师当年在世，我们从他的传记上看到，啊，他邀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，123个人，啊，在庐山，在一块共修，啊，建一个念佛堂，东宁念佛堂。每一个人上山呢，都发愿不下山，一生就在那里修行。以下面一个小溪为界，不过小溪。他一生当中三次见到极乐世界，啊，极乐世界现前，他从来没有跟人讲过，没人知道，啊。到他自己往生的时候，他才告诉这些同参道友，啊，极乐世界现前的阿弥陀佛来迎接了，而且还看到连是以前往生的那些同修跟到阿弥陀佛一起来迎接他，啊，他说西方极乐世界我过去曾经见过三次。这一种学佛就对了，啊，见到一点点境界，赶快跟人讲，啊，让人家来赞叹你功夫不错啊，啊，你能见到佛，你有感应了，全破坏了，啊，把你那点虚荣心都引发出来了，啊，你生烦恼啊，你不是生智慧啊，啊，所以这个一定要懂。啊，在佛门里面，啊，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：如果有境界，只可以向自己老师说，可以让老师印证，啊，不能在外面宣扬。这规矩啊，啊，真有定功的人。连老师也不说，那为什么呢？一点都不稀奇嘛！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嘛！啊，尤其我们现在能够这一生当中呢，看到世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，当体即空啊！啊，无论是善是恶，是真是假，啊，是邪是正都不存在。啊，你看看那个念头，啊，不管善念也好，佛念也好，魔念也好，啊，都是1280兆分之一秒。
你要能够想到这一点的时候，你心定了，啊，才真正了解《般若经》上所讲的“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”。佛把这真相全给他说出来了。只要你能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放下了，立刻就转凡成圣。啊，我们的功夫为什么不能提升？就是不知道事实真相。啊，这是事实真相是看破啊。真看破了，他就放下了。啊，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，他怎么成佛的？就是这个事实真相，他真的清楚明白了解了，啊，这才把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了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然后在这个世间叫游戏神通，就过什么过佛菩萨的生活了，啊，没有一样不好，样样都好，平等啊，所以经上给我们讲啊，时时是好时，日日是好日。为什么呢？时间空间都不可得，没有。他怎么不好呢？有就不好了，没有啊。哎，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。为什么呢？人也不存在，事也不存在，都没有。啊，都是那一念当中产生的。一念生，一念马上就灭掉了，一念不存在呀！《金刚经》上早就透露这个讯息：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弥勒菩萨所透的这个讯息。《金刚经》上这些话就透露了，你以为真的有啊？啊，不可得才得大自在呀！啊，真有就不自在了。为什么？真有你一定产生想占有、想获得、想控制，那就不自在了，那苦就来了。啊，所以你真的了解，你的心是清净，你的心是平等，啊，你的心是念念觉而不迷呀，静而不染呐，你身体多自在，啊，这个才是方东美先生所说的，啊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啊，最高的享受不是财富，不是地位。不是权势，啊，是万缘放下了，啊，我们从俗话来讲，心跟自心相应，身跟法身相应，跟整个宇宙合而为一了。这是佛法的殊胜，啊，确实，其他宗教没有讲到这个境界。